专辑就还放在 schedule 里面。我现在还是偶尔才会有一些零星的工作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。其实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同色系的套装，不知不觉穿上去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很多镜子，收藏的那一块，因为我一进去就看到很多的很可爱的盘子，下午茶几那个我很喜欢。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两个店面啊？对，今天晚上开始就有一个跟Steve Aoki 跟 Max 合作的一个新的英文单曲。我也有中文版本，因为好像现在比较多的形式是一首发嘛，所以我就给了自己一个借口，专辑就还放在 schedule 里面。对耶，我现在还是偶尔才会有一些零星的工作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，反而有一点不习惯。刚刚看到茄子蛋，有跟他们聊天吗？有互相评论一下彼此穿什么衣服。我觉得他们穿得非常帅，穿起来我觉得非常出色，那我们的体格看起来干得好，我自己很有信心，也很有信心。刚才讲到那个体格非常好，是因为有练的关系。有练，那当然还是有那个衣服，还是帮了我很大很大的。我要恭喜一下三位，谢谢。有信心。我们得奖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们入围了。哦，入围啊！入围。入围，对我来说，入围就是得奖的感觉。入围就是入围。会不会这个紧张的情绪越来越多？有时候骑车的时候会想到，不特别想就没事。要像打算甄红毯前三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可以争一下。毕竟就是有那个竞争对手是邱泽。我输了，对不起。我最有印象的是后面的那个方舟的，因为他让我感觉到生命力啊，然后这种方舟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一首歌《浪流连》，就有那个感觉，我觉得流浪味，对，很符合。一个红红乌黑社会要怎样开？剩十秒是不是？就是这边真的很棒很屌，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这个 Gucci。Garden 的原点特展，你想要走入经典，就来自己的原点特展。哎呦，利落，可以，会想退。